你老婆离开少林了，女儿的后事也交给你了。嗯。土葬呢，还是火葬呢？放盏叫安慰你。土葬呢，逢年过节，说是能看看。你试试看，啥也看不见。要挖出来看也不容易。我觉得火葬比较方便，随时能看看半甲，还能带着走，上哪儿就带到哪儿。我认为火葬比较好。 你认为呢？要是火葬啊，把这个面吃完了，点火去啊！